讲讲。我这又上修车这来了，因为这个我这万车侯师傅开的，说是在高速上，他一刹车就抖，方向盘抖的厉害，所以我上修车师傅这来，让他给看看怎么回事儿。挺忙的呢，我也不懂咋回事。这个孙老师说这里头这个皮磨了，啊。在修车。哎，我靠，那两个开的不响起来，也恐怕要上150。锈的颜色，哈，这是正常。对了，然后呢？你看看，嗯，来，你看这有没有发白了？这个地方啊，都磨的呗，那是不是？是过热了，过热了啊！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发白了？啊，发白了啊！这个颜色也不对，这么刚刚就是要换的是啥东西？跟他没关系，要换这个，换那一套东西。对了，啊，这个东西哈，行。现在前面给你换的刹车皮厚度还是够的，就是过热了。你看吧，这个颜色与旁边的不一样。嗯，啊，是。这边的差一，这边比那边要好一点，但是也是紧。你看吧，这个车轮啊，嗯，那这都有些日子早就应该换了。对了对了，这个是不是说你看看后边呢？就是长锈啊。后面就是长锈，抖一点啊！哦，你看这地方是吧？看看啊，是啊，倒也没什么大问题了。那样吧，看我家里边再看吧。我先看回家，今天来不及了。今天不能，哎，不能了，不能。我是来上这个汽修厂，正大汽修来修车来了，因为车一刹车的时候就有一股烧焦的糊味儿，然后前天猴哥告诉我说赶紧来修一修吧。那天我来，他给检查了一下。然后需要换这个，就是刹车皮旁边有两个卡子，说那个东西需要换了，因为他把车吊起来，这个师傅把车吊起来的时候，就转动那个左前轮基本都不怎么转，得硬推，所以有故障了，得换那个东西。我现在来，那天来时间太紧了，不够用，我回家做晚饭就没换，所以今天约好今天过来的。师傅现在把车开出去了，检查检查，他说问后边刹车有没有换，我说那你看看吧，我也不懂这些东西。后来师傅开上高速了，我在这院里等着呢，我不知道修这东西得多长时间。修车行很大啊，好几个千斤顶。侯嫂对车很感兴趣的样子。对，影响到安全了。嗯，看看怎么回事是吧？想知道明白怎么回事儿，对，人师傅想跟我讲。哦，师傅要跟你讲，那我帮你们录像，行吗？嗯，你别录他，录。好的，嗯，行。我这要后边走，换上不懂。哦，要是叫我带走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你能不能看到这个东西变颜色了？啊，我录录看看，到家了都。行。你看这个地方，这行。然后你再看看这一层呢，你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颜色？这个，这就是长锈的颜色，是不是？那个发到，那个过热了，过热了，能看出来了吧？这个地方。都变颜色了，这地方都变颜色了，是吧？哎，那刹车皮，你看不看那个刹车皮？嗯，这里边这也是变颜色了，这里边。你现在也紧吗？现在也紧呢。哦，这么紧。哦。然后这边的。比那边的稍微好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它也不对的，你知道吧？那是怎么坏了 ？Caliper 啊。对了，没错。它是哪坏的？啊，你说的没错 ，caliper。啊，这夹子叫 caliper。对了，这个也有不好的，我觉得这个一起换了得了。行。后边那刹车皮的厚度啊还是够的，就是。刹
行。哎，张大姐，我没让他送后边的，我只让他送前面的了。哎呀，那我们现在回家了。你先回去吧，他说一两个小时修不完，儿子来接我来了。要原来我寻搁这等他来的。行，那你过马路注意安全。现在是下午1点钟，咱们你回家睡一会儿啊，或者干嘛？3个小时之后再过来。睡觉，我们去这儿。什么事儿啊？都。哎呀，完了！我今天忙啊。行，快上车吧，咱走。好，从这儿走吧，从这儿走。从这儿走。你坐后面啊？没有，你上车。你先在里边。好了。那你现在好，拜拜。厂房多，现在将近4点钟了。啊，我来取车来了。对对对，我们是2点左右离开的，1:50左右，1:40左右。哦，修完了这是。他这也挺快的，把件儿送过来，再给你装上，然后再给你调好。对。2个小时的工程。华人修车的不少在这儿。但这家感觉挺大的啊，哎，而且他那院里停好多车，几乎没地方停车了。好了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我说你看一看，或者你开这车，我开那车回去，我看一下。那是干啥呀？我都知道，不用，不用，用不着。没事，我等你那什么吧，你走了，没事了，我再走。